吃吗？ 草莓多少钱？草莓的15，南瓜8，草莓阳光玫瑰15，山楂的10块，您拿。 我是猫。白塔书房卖。白塔4，走。
请放一点，请放。对，别看了啊，别放。
现在有讲解。坐好。哦，坐一下。北京城的主将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大家今天能来到啊这个教堂，那么简单跟大家说几个特点。大家知道，应该大家可能天主教有什么特点的？大家一进这个教堂，大家发现这个教堂整体它是一个叫哥特式建筑。哥特式建筑的一个风格是什么呢？就是尖啊，外观上。高尖就是哥特式建筑，内饰呢？大家发现，大家可以看，一进教堂有没有一个拱形向上，仍然是往上走的一个整体一个，而且种的非常的高啊！这是哥特式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，就是让人进入教堂就像迈入天堂啊，进入教堂就像进入天堂般的这样一个感觉，一个感受啊。所以在这个教堂里面给大家感受的就是这样一个悠然而生的。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参观宣武门的南塔，宣武南塔是罗马式的，它有一个拱形的圆形，而且这是一个教堂，新教基督教里面是看不到的啊。大家有可能去过，如果大家有去过罗马式往前面一走就是罗马式基督新教教堂，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啊，西式的丁字拱那儿。那么就它的教堂里，大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风格啊。那么天主教的教堂，这是一个特点啊。天主教和东正教很相似啊，我们信仰也非常的共同，所以都是用图像来表达和表述圣经人物、宗教历史的故事，以及表达一些圣经当中啊一些具有特点的。圣经具有特征的一些值得我们去反省啊、感悟的一些这个细节。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教会啊，大家可以来表面历史的教会。那么在前面这些彩窗是这两侧的，这两侧的彩窗是关于圣经当中耶稣降神救主的奥迹，是耶稣降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降神的奥迹。我们称为玫瑰金二十端，我们称为玫瑰金二十端啊，这是这些图像啊。大家如果有时间，那个就是看圣经了，圣经当中是有啊。大家如果没有读的话，我想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，不太理解。那么前面这一些是我们的圣人，中间大家知道这是复活的基督啊，我们这个主题叫复活的基督啊，然后是这样一个。我们叫上帝之手，我们叫天父之手，我们叫父之手啊，然后是复活的基督。这个这儿有一个字母阿尔法和欧米伽，阿尔法和欧米伽在这个是开始和终末。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今在、昔在、
永在的天主，今在昔在永在的天主。所以大家可以看，这是一个复活的基督啊，少武的脸啊。我们四二十年都万有真源，这是康熙帝，因为他病，他患了疟疾，好不了，但是中医他治不了。后来又了名传教士，给他复制了那个金金纳斯宫，金金纳斯西药啊。然后呢，病好了以后，他叫龙体啊，平安了，开心高兴啊，撒了一块地啊，就。并且赐了一个匾，匾上面的万有真源，然后还有一个对联啊，无心无相，我这个都不在，宣人宣义，领导自己大权，把基督教的这个教义，天主圣经的启蒙的那个。
那拿这个吧，这可以转着拍，有雪的。我家里都可需要了。这庆丰年，这个是春节的那爆款。这个叫相当于现在的什么？这个多少钱一个？那是通州县。这个哦，这不是通州县。这是庆丰年中州县。这庆丰年是大年初一的爆款，中州县是这个。这多少钱？这是中州县申遗以后出的新款。这多少钱？这个69，就跟这个会赚的一个价钱。这基本属于是限定款，这你可以盘着拍。都是冰箱贴，都是冰箱贴。这个里边是什么东西啊？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？老赵，这边有样品，现在买过来。去找老人，找老太太。这是两个灯，自己拿氧气，氧气。对。这个礼物是老太太。这您拿回家拆的东西啊？这个礼物是老太太。 这是60的，这是红绸，这是能当冰箱。但是这个太重了，冰箱挂不住。但是比如，这一条龙，故宫600年那条 logo 的龙，这多古代呀！这故宫600年，那它不有这关键形象吗？这个 IP 名儿，所以能打上是吗？ 就是当初这小老哥，看老爷，这个您看看，不好，不会扔的。没觉得，没觉得。相对显然气比较重。小车头您要不要啊？五路的。
谢谢啊，客气。